传奇频道，亲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悦新频道为您带来的大赛直播，我是王湘云。很高兴呢，今天请到的讲解嘉宾是中国围棋队副领队，也是男子队的教练邵伟刚九段，一起来为大家讲解的是围甲联赛的第18轮，是由西安曲江队的崔振汉九段对北京队的陈耀烨九段。邵二你好。哎，王湘云你好，各位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星期天的话和大家一起见面，讲解金立手智能手机杯围棋甲级联赛。今天我们给大家挑选的是陈耀烨和崔振汉的对局。对，陈耀烨焦点对局。对对对，这两个都是世界冠军。特别是有一段的话，陈耀烨对崔振汉的战绩特别的优秀。对。曾经取得过8连胜吧，在我印象中。所以说这次的话，陈耀烨能否持续以往的一种盛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说，从今年开始，好像崔振汉对陈耀烨的战绩好像有所恢复。对，他好像，我今天听说的是他已经3连胜了。的确是，这个有反扑的趋势。对，去年的话，我还记得在天元赛的时候的话，崔振汉碰见陈耀烨，真是一筹莫展。等于说是先有胜绩，但是今年陈耀烨的状态很好，获得了世界冠军，是的，春兰杯的世界冠军。但是他碰见崔振汉的话，反而经历了3连败的一个低谷。所以说围棋还是很有意思的。你状态好的时候，并不一定对你的敌人就这么的战绩这么保持这么的优秀。所以说今天的话，我们也看一下这次他们俩对局的一个状态。对，应该来说这种互相的胜负肯定相对更有意思。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先看看这盘棋的进展。这盘棋是陈耀烨是白棋，崔振汉九段是黑棋。崔振汉九段近来在围甲联赛的战绩是相当的出色。对，他曾经取得过9连胜的战绩。在主将位上吗？好像不是。但他主将的战绩也很优秀。对，他主将是9胜1败。九胜一败，非常厉害。他总的战绩的话，应该是11胜2负。我想这个也可以说中国，围甲的吸金王吧。是，好像邵老师有一个现象，就是外援棋手在围甲里面的表现好像都比较的出色，对于每个队来说都是占据了就是他们主力得分手。应该是因为那个，由于我们围甲联赛的顶尖棋手的流动性的话不足，往往会聘请一些高质量的外援来加盟我们的围甲联赛。比如说这次今年来的话是有李世石、崔哲汉，还有朴廷桓。基本上的话，把你囊括了他们的这个，对对对，等级分前5位吧，应该是。没错。当然我们既然花钱的话，当然要请最优秀的来。是。所以说他们在围甲联赛的成绩这么优秀的话，也是对得起我们的请他们来的一些各围甲队的老板啊。对赞助商来说是很值得请的。是，当然也有郁闷的时候，比如因为那个我也听说，就是说基本上这些外援的话的行情啊，都是有点像李世石那种，就是方式，就是说赢了拿了很多，输的话等于说分文不取。当然围甲联赛的话也有产生这样的一个局面，比如说主将胜了，其他三名队员稍微的有点不太给力，都输了，但是就作为老板来说的话，他只能把最丰厚的奖金给外援，但是对队伍来说的话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帮助。所以说也有遗憾的地方，也包括我们这次西安曲江队，对吧？崔振汉的话成绩这么好，是，但是目前西安曲江队的成绩的话，等于说是还是在下游展示，对，好像是倒数第二吧，倒数第二左右吧，对，副班长的位置，所以说这个，西安曲江队的崔振汉的那些战友们的话，应该加把力，对，要给力啊，对对对，如果崔振汉成绩这么好，大家都给点力的话，我想，根据这个成绩的话，进入围甲前3名还是很有希望的。是，所以说这一来一去的话，差别还是挺大的。没错，看看他们今天。对，中信北京队的话，这个目前的话等于说是围甲联赛的第4名，对吧？对，第4名这个。在第17轮的时候排名第4位。对，第四位。小木。然后是，对，
好像北京队邵老师，我觉得已经慢慢的就是由陈耀烨的这个位置已经逐渐，是不是已经明朗了？他现在一般都是会出任主将了。对，其实北京队的手上的牌还是挺多的。对，高手如云呢。对，一个陈耀烨，一个是博加西，这两位都曾经达到过，就是说等积分，对，这一两年的话，等积分第一、第二位的位置上。当然他们还有一个大哥。大哥。对，那孔杰世界冠军。但是不知什么原因的话，孔杰进来的状态好像有点低迷，稍微有点低迷。所以说这个孔杰的话也得尽量的稍微调整一下，如果孔杰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如果发挥出他正常的水平的话，对，我觉得中信北京队的话夺冠的话还是很有实力的。对，而且他们没有请外援，就是靠着自己的本土棋手。对对对，主要是他们有一些内援嘛，比如说托加西啊、钟文静之类的。他们现在挂角了。挂角，这个以往的下法是分头比较居多，但进来的话，黑白双方的话都比较激进，都追求一些最佳效率的一些棋。是。所以挂角它追求的是什么效率呢？如果你飞，当然实战也就是飞的，它要求产生这样一个。对，它希望可以这样直接拆二。对，拆二。但如果能在黑棋的阵营里面的话，轻松的拆个二的话，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话，当然是白棋满意的形状。这样比较舒服了。对，二，然后黑棋选择了选择加，这个加的话也是，等于说是一种反击的心情，也是一种反击的手段。以往的话也有靠这个，直接碰的话，我搬，真上。对对对，这样的下法的话，职业棋手，演变了很多很多局，也是演变了就可以说是大量的变化吧。没错。但是总体后来大家总觉得就是说总结出来的话就是说认为白棋还是不错的，所以进来的靠的话也是见少了，加小尖，小尖黑棋尖，所以就形成了一个丢势，形成了一个就是说白棋取地黑棋取势的一些下法。这样的下法的话就是目前比较常见了。当然在近期的对决中的话，黑棋也有尝这个的，比如说十月的话也下过尝这个的下法。他就是让这个引征就暂时是后手反击。对，是这样。十月也在上个星期的围甲联赛上的话也这么下过。跟他呢跟韩国外援下过。就是这样的实战谱也挺多的了。就是也是一种等于说是他对表示对棋的一种理解嘛。他认为如果走这个的话，这边有个引子的话，这个效率不算太高。也是追求效率的一步棋。没错。实战是吃掉，那很厚，崔德汉觉得简单的。接着白棋是走个中国流。对，连了个片。对，连了一个片。连了一个片的话，然后接下来黑棋是先自补了一个。这也是比较冷静的一步。为什么要自补呢？因为黑棋认为在这边的话，由于白棋有许多引征的方式，如果走一个轻，稍微的走一个的话，也许被白棋这一夹，可能会反夹，对，反而适得其反。为什么？这夹的话基本上先手，一旦这里被跑出来的话，这个黑棋无法接受。跑出来的话，这两个太损了。对，什么时候你还需要打这个？走的话，如果再补的话，那么这个被提了。对，这个被提的话，黑棋受不了。是的。所以说夹基本上的话。就是总之白棋这边有很多的可以引征的手段。所以先补了，所以黑棋先要把自己的隐患等于说是消掉。白棋选择了小飞。对小飞的也是很有意思，因为以前对棋的理解的话好像是应该最大限度拆，限制住黑棋的发展。是因为这个小飞完以后，黑棋依然有两翼张开的一些等于说是膨胀自己模样的一些下法。所以这也是显示棋风的一种下法。所以说我觉得总的来说是否还是参与会好一点点。但是这个陈阳也选择就是说他好像更扎实，对，先把自己守住，如果你再猜的话，那么我就选择进入，是吧？就是他觉得进入你的大本营的话，这样的话是怎么说呢，更有效一点。就把这个拆看成是正好他进入的一个方式。小飞，
黑棋，嗯，选择上边，选择上边，嗯，然后猜，嗯，小箭，小箭，嗯，嗯，然后是猜这个，猜这个，嗯，他是再过来一步吧，嗯，哦，是吧？这个再进一步，就是有了这个小飞了，嗯，有了这个。这个子的支撑的话，他可以胆子更大一点。啊、嗯哦，嗯，是。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他显然是担心别人，说要么加，要么就先挂一个。挂一下。先问一下你的应手。嗯。如果你要放弃实地，那么他就点三三了。嗯。如果你要选择实地的话，那么他这有一个叉二的位置，而你这边缺少一个叉二的位置。嗯。黑棋的这个状态明显优于白棋这个子，所以说应该是黑棋攻进攻白棋。嗯。嗯。所以这边已经。他先去防守好了，防守好以后，这边的话他的胆子就可以更大一点，嗯嗯，猜大一点是。那当然这一点也是一个好点，对吧？这个从上面一个局部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白棋猜可以尖，白棋守的话，这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完整的形状，嗯。但由于白棋要抢占这一点，所以他就选择了下面。上面的话等于说是白棋没有完成。啊、哦，那么黑棋的下手就是必然。对，必然是要下去。嗯。但这下去有好几种下法，比如说高、哦、走高 的，确保这边的联络是一种下法。嗯，第二个就是低的，它在破你的空，同时它也对脚上的话有点，等于说是留下一手。对，更看重目数。嗯，但它也取决，就是说认为你目前出来的话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嗯、哦、嗯，他认为你分段我没有意义，或者你分段的话，嗯、价值不大，价值不大。嗯，小飞，嗯。白棋是飞了这个，对对对，我想这也是陈小叶当初的这个一连贯的下法。嗯，他认为就是说我这个飞本身也是很有价值的一步棋。嗯，因为白黑棋要在这里成空的话，这个等于我正好把腿能伸进去。嗯嗯，作为黑棋如果这要靠住的话，那么白棋是、啊、他会搬出，对，搬出来，就毫不犹豫的搬出来。嗯嗯，对，是这样。嗯，这做活没问题，然后这边简单做一下活的话就没问题。嗯，这样就把黑棋的。事情是破掉了，对对、嗯、如果你要选择撤退，那么他这个啪一跳的话，那么他这个最大限度的话把你这个空的话压缩掉了。哦，嗯，所以说陈阳叶的判断是这个飞和这个应该是剑合了，剑合，所以说他就抢这个了、哦、嗯，这样子。对，不过邵老师，我觉得这个想法好像也挺、嗯、就是不容易想到的。如果是一般棋手会在这地方飞吗？嗯嗯，当然，如果不飞的话，下一手黑棋也许会见这个。哦，也非常的大。这个挡住，嗯。哦，这样子。对，这样的话，你看这盘还得守一个。嗯。这个线有相当大，嗯。当然，如果这边不是黑棋的空的话，那么没关系。比如说白棋这边有个差个二的话，嗯、这手棋不大。是。但是黑棋一手就要围住的话，那么这手显得很巨大。嗯。嗯。双方都是相互的。嗯。小飞。是飞了。接下来崔泽汉选择了漏、哦、嗯，对，转到这边了，转到这边，嗯，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步棋，转到这边，嗯，陈耀烨也体现了他对时控的一个敏感，嗯，他就、嗯、靠住，靠住了，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否也可以考虑小尖吗？对，小尖这个 嗯可以考虑，他如果长长的话我可以选择搬，对吧？嗯，我如果断的话，断的话可以把吃了、嗯、哦，这样子好像给黑棋提一个就算了，嗯嗯、对，成了一块孤棋。对，如果你走这个，这个，嗯，吃掉，嗯，吃掉，这样，嗯，如果像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黑白棋还可以满意。嗯，为什么？这个白棋两边都得到了加强，然后黑棋有块孤棋，它得往外跑。对。他往外跑的面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中间有块模样，是白棋有可能就是顺着他跑的一个路径的话，然后顺势进入他的模样。对对，嗯，这个黑棋这样选择应该不太连贯了。对对对对，那么黑棋会单拖吗？嗯嗯，大概单拖的话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选择的话不太行的话，只能选择单拖了。嗯嗯，单拖一个。对对，如果粘我就顶个半这样。嗯嗯，但黑棋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下法。嗯，比如说你粘这个，嗯，再顶翻，嗯，对，所以能翻这个下法，嗯，当然这也是一个参考图，嗯，这样的话整个棋局的格局的话又不太一样了，对，嗯，不太一样。陈阳烨他可能是想选择他自己擅长的，嗯，他是
靠主。靠主，嗯，陈阳业的话对崔泽汉应该是很有经验了。对，因为他们俩对局的话，应该是已经下了十多盘了。嗯，作为两位职业的高手的话，能有机会下十多盘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对，对，主要是他们在中韩田园对抗赛下的太多了。嗯，啊，经常是以陈阳业2-0零封崔泽汉而告终。对，那崔泽汉也挺郁闷的。对，对，嗯，对，特别是那个。特别是陈阳业那时候还年轻的时候，哦，对吧？崔泽汉那时候已经拿应试杯冠军的时候，哦，这个还是我们陈阳业有点没面子啊。对对，跳 check。 接下来黑棋就跳。黑棋是在这地方脱先了。脱先了是吧？脱的角。哦，脱的角。脱角的话也是防止白棋的话从这边出来。应该是这样一个构思。我觉得他们这个地方两个人下的还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来着虎。虎，这个白棋是必须得打上去。这个毫无疑问。破坏他的眼位。接下来的下一手黑棋好像是转身的意图。因为目前的话黑棋没有特别合适的下法。如果你打吃。打吃。眼见的。眼见的。打吃。吃。粘上。一掉，走一个。这样的话，黑棋等于说是落了一个后手，对吧？唯一的作用就是把这个子的话稍微的得到一些加强一点，加强。将来的话，以后被人家断的话，这个子还是要被断掉的。对。但最重要的是，黑棋落到一个后手，落一个后手，然后白棋可以从这边通过了。看似黑棋在这边有所收获，其实当白棋把这度过的时候，黑棋其实收获，就是，还是。被白棋要联络了，对，收获并不很明显。当然这个度过可以慢，说黑白棋可以先走这个，对吧？等你把我分进去，或者是我做不活的时候，我再寻求度过。对，所以这个第一对黑棋来说的话收获不大，第二的话，黑棋关键是不能落后手，一落后手的话，被白棋这个攻过来的话，这黑棋要在这里吃点骨头。因为这边做活不是很容易。实战，他就没有这样去吃。对，先尖也是问一下白棋的应手。如果你还是挡的话，如果挡他再选择这个打吃，这样就好多了。这样的话这个直接打一下也可以。没问题。对，打这个也可以。这个形状就是比较完美了。对吧？虽然你可以说哪吃，但是你看第一这个被踢掉了。先踢一个。第一的话，我这边已经把你彻底阻住了。第二的话，我就获得一个先手。对吧？获得一个先手很大。像我这边走的话都可以。对，这是很关键。当然，敌人满意的绝对我们要避免，是吧？是，所以也就不会应他了。尖的，然后打个虎。这个是必须的。当然爱好者也可以问，就是说能不能我先尖完以后再脱虎呢，对吧？这个这个问题的话也问的会相当的好。对吧？如果你再搬的话他再虎，这样就不能吃了。对，这样的话我就不能吃了嘛。是吗？那他尖完也是很损。对，把那个靠的可能性给走没了。对对，第一把靠的可能性走没了，第二的话就是说本来如果你不能靠的时候，比如我们这么说啊，不能靠这个的时候，你可以先靠这个，对吧？对，先靠里面，再把外面靠里面。对对，这个在加住的。对。本来有这个手法。而如果你这边交换掉的话，你这些手法的话将被全部的消失。这也有痛的地方。对，所以说这个围棋的话也是一个次序的艺术。你次这边下完的话，然后那边的话，当然对方也不会让你如意，是吧？错。走。那就等于是形成要转换了。转换。等于黑棋把这个割下来，但是白棋能把这个切割也是可以满意的。感觉这边也挺大的。当然这个里面也有一定的余味，这个也有一定的味道。有一定的味道。不可否认的话，黑棋这边也会有点味道。对，这边也不能说完全就是黑控了。就在于双方在各自的控里面的话，能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或者是能占多大的便宜了。对，就看他们后面的手段了。对。那黑棋就回到这张。跳。
飞机这个得补，补完的话将来的话这个一拆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做活的一个可能性，或者是占便宜的一个空间。嗯，比如说走，就这个我只有尖尖，如果我尖打上打上，就如果我无条件全都印回去的话，这样可以做活，是残留这样的一个些下法。嗯，但前提就在于这个必须要把头出长了啊。如果一旦被白棋这个关过来的话，将来你这么做活，别人厉害先手的话，你这在这里做也不太容易了。嗯，所以这个出头就变得很大，很重要，很有意思。这个双方的话在上面形成一个转换，然后又回到这个点。现在白棋它是走了，白棋下一手也很有意思，是走这个，先走了一个，掉了一下，掉一个这个。嗯。掉这个的话用意就是说不让黑棋在这边很轻松的做活，哦，对吧？如果你再简单走这个的话，他这个一做活就把这个地方走后了。对，然后他同时也通过这个攻击的话希望能顺势进入黑棋的模样，对吧？比如说你走这个他顺势接跳，对吧？他就始终保持对这块棋牵制，对对，保持一种压力。嗯，这样的话通过进攻的话进入的模样，那显然是效率最高，效率最高的。嗯嗯。随后黑棋也下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对，好像是针锋相对的意思。针锋相对。黑棋走这个。走这个。当然，黑棋也看破了白棋的意图。嗯。对吧？走这个，然后如果你分段，如果我飞出，对飞出的话，那么我可以这里先压一下。哦。这边全部我得硬。对，然后我这边拖一下。如果你再硬的话我再拖，长的时候我再退。哦，等于我上下接近，对，两边都被你便宜了。是是，当有一天你冲完这个以后，你会发现哎呦这个两个交换这个黑棋很愉快，对，很愉快。嗯，所以说这也是黑棋的一个意图。就是他认为我这边一手能做活，但是当时直接做活太苦，有点损，那么我中间先便宜一下。你思路好像很好。对，我们就把这些高手的这种思考围棋的一种方式跟大家稍微的简单的比如说介绍一下。对吧？也许下一盘棋也许要下到这样的话其实很难，就是说围棋的话千古无同局嘛。对对，但是你只要了解他们的一些思路的话，你自己完全也可以举一反三，举一反三。靠自己的能力下出来，没有问题。是，那么作为白棋来说的话，它也面临了一个难关。第一走这个破眼当然可以，但破完眼以后的话，对方连回去是吧，或者是这边的话稍微借用一下的话，这个好像也不是太大。同时的话丧失一个就是说中间那个做活的可能性，就是出头的可能性，对吧？所以他还是想要保留变化，保留变化，先留着。先留着。然后第二的话他也在追，就是说你这个就都是你的空了吗，对吧？对，他也得试试你的应手。是，如果这里都是一招就成了黑控，这个效率也太高了。太高了。因为白棋说实在也很担心什么呢？万一在将来，比如说这有个子，中间再有子的时候，哦，这还能不能活？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到时候黑棋可以就是不一切代价的破你的眼，让你向中间走，都没路。对，所以有这种可能性。此时白棋选择了适应手投石问路的下法。对，问一下。你是准备吃我吗？考验黑棋啊。对。你这毕竟还是从这边还是有点缝隙。黑棋起阵。白棋碰。这个开始疼了。这个陈阳也写得很积极，很积极，这个也是很考验崔泽汉是杀还是不杀。看到这样的棋可能第一感就是有点头疼，是不是他马上就要跟我做劫了。当然黑棋最避免做劫的办法就是要么就这个单立。这个避免做劫的办法。那我就等于碰一下就便宜了。当然黑棋还有是更稍微的犀利一点的，你可以选择尖这个。直接破在这儿。就是说在当初的话黑棋这两个没交换还是有所得，怎么说是如果我尖，我搬，你搬，我选择反搬，
对吧？嗯，如果我吃，当然可以吃。是。那么黑棋是打是这个。嗯，我踢掉。走，虎进去。对，这个就被你把脚给。但你脚可以活啊，搬。我得先打一下。对对啊，你还可以，你必须得先打。嗯，我给你打掉了。我再搬。这样可以这么活。如果你再立的话，那么我可以再从这边拖延，把你往这边后势赶。哦。这个下法的话也是。这个好像挺狠的。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下法，挺有意思的一个下法。当然，白棋也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下法呢？比如说，白棋趁你这边还没走着，对吧？能不能选择一个，比如说，恰打？要这样子从一路回去。对对对，能不能这么过呢？当然，这是只限于我们一些猜想。是。反正这种变化都是存在的。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个黑棋这样的一个尖的话，也是可以充分考虑。充分考虑是。实战。他实战就是，感觉上好像就是正面应战了。对，感觉上好像是被白棋，等于说找到一点头绪。找到一点头绪。他先搬。搬，走。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劫。劫，这个劫的话，就相对怎么说呢？黑棋要面临的一个表态，是吧？如果我这个棋好像也就是打劫了。对，这个提劫是先有劫先提。这是必然的。提了。因为你如果长的话，那么黑棋有可能就先把这劫消了。我如果粘。对，这样，万一往后的地方赶的话，这个白棋做活的话稍微有点困难。有点困难。有担心。那就是白棋现在也要找劫材，拖。大家注意，这个拖的话，本身的话就是一步偷师问路的好手。偷师问路的好手，但它有第二重用意，就是找劫。对，寻劫正好是一个好时机。天然的劫材。不损。作为黑棋来说的话，它也必须得硬。它如果在这边再消一手的话，那么白棋这一盘是。等于黑棋不过就是想开一点，就是我拖的时候你补了一手虽然厚一点，但是从效率的整体效率来说的话是不算太高。速度就慢了。这个黑棋的话等于得硬。对，退白棋提。这个提的话，这个劫材的话是很舒服，提一下。跳，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天然的劫材，但是这被一挡的话，这个以后这边的话利用会少一点。也有不舒服的地方，不舒服的地方。是，走完了再提。接，接下来是白棋需要找劫，白棋需要找劫。白棋它似乎。中间的话是不是掉了一个？57、58是在。走的加。加。加了一下。加个也是很舒服的一个下法。应该是绝对先手。绝对先手。立。提劫。然后是。黑棋就把上面先放着，他走这边了。为了这个粘的话，稍微有点难受，不舒服。把这个虎好像给损掉了。对，粘上。经常我们说找劫的话不能找损劫。这个白的不损，对吧？这个黑的也不损。但是这个粘是损的，粘是损的。有点心痛。有点心痛。但是你不粘这个的话，你也许走别的会损的更多一点。所以说他找一个相对不怎么就损得更小一点的。他觉得反正这里面可能还能出棋。再提。现在把难关留给了白棋。是。白棋找哪个劫材呢？眼见的白墙也没什么劫。对，他实在是靠上来的。靠了一个长。长。再去劫。就开始打劫。然后黑棋选择脱先。对，黑棋搬了中间。对。搬中间。所以说这个第一劫，第一个如果靠的时候，我在疑问为什么不直接搬呢？
那白棋如果也是拖先生，那么我能不能打这呢？对吧？哦、如果你长的话，就是、这个保持联络的、哎，对，我这一联络，这效率很高啊。嗯，这两个是损的。嗯，如果你搬这个，那么我能不能就说这劫还在我头上的时候，嗯，我能不能走走外线呢？就粘上，对吧？走外线呢？因为我这边一手的话，这是有价值的。对。直接就走很厚了、对是不怕白棋这样打，不怕你从这边出来，因为你出来完以后，我这边一厚的话，我就补一个的话，那么你这个聚损，对，是吧？嗯，当然这个也不知道崔德汉当初怎么考虑，是否他也担心，就说也许白棋这边虚晃一枪，是不是就为了在这边，哎呦，把你分断，对吧？对对，走这走这个，要把这个断掉，是不是在这边找头绪了，或者白棋黑棋能不能就推这个呢，藏这个呢？把重心往这边移转移呢，藏这个是最简单的，对，就是眼见的一手，藏完虽然魄力不够，但是比较简明，因为白棋的话这边你藏的话，白棋也无法在这边下出一个更合适的下法，对，从这个地方之后钻出来应该不太，现在来看不太现实，对，补，这里提了，这时候把白棋，把这个难点也留给了白棋，为什么呢？如果白棋直接开劫，对吧？直接打劫的话，似乎这个劫材也是下一手走哪，有点困惑。对，有点困惑。一旦这个劫输的话，代价有点大。因为你无论走，因为黑棋已经后面走了一手了。对吧？你再走的话，他走的话，那么，怎么说呢？就等于。外面交换一个，他有无条件死了。对，打劫好像暂时不太现实。对，没有合适的劫材不现实，但你说这就有个劫材，对吧？是，这黑棋要硬，但是黑棋也有劫。对，黑棋这个打吃的话也有劫。黑棋也可以寻劫。对，所以正因为黑棋认为白棋没有合适的劫材，所以可以先暂时脱先一步。白棋冲出来，黑棋是踢劫，再踢，这个地方就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白长踢，黑棋就白棋的双方的劫争的话很有意思，对，好像邵老师，我觉得打劫也是特别考验一个棋手的水平的吧？对对对，因为小时候学棋的时候，就就有一句就说，这样的相关的谚语，对吧？就说。臭棋怕打劫，对吧？那时候棋特别臭，就是、水平低的，越水平低越害怕打劫。因为打劫意味着什么呢？得转换。你得不停的转，不停的判断这个转换的大小，对吧？直还是不直？是，这个很考验水平。这个难了。很难很难，因为转换的话，每个东西都不一样，不像比如说官子或者死活，都有固定的定式，对吧？我只要把这个棋形备住了。就知道这多少目，对吧？这大小我很相对来说比较了解。对。而这个围棋这个一打劫的话，这个转换起来的话，比如说这个打吃踢掉价值多少，这个没法判断。对，没法你事先做功课。对。所以这也是其实也是围棋奥妙的地方。对。有趣就在这些地方体现。是，围棋这么多变化的话，比如说每个交叉点的话这么多的话，当然是一个天文数字。最重要的是它更多的变化在于打劫，对，那个纳数未知的，对，他们这盘棋看来就会很精彩，很精彩，压退退，作为白棋，如果白棋比如说这种出来的话，被这一粘的话，粘上以后这个白棋眼睛的话很差，对，很差，好像就变得有点单调了。所以说总的来说好像黑棋这个也很简明，白棋相对这个比较重，要打赢这个劫。走完了之后的黑棋是拐的这个，拐这个寻这个劫，黑棋寻劫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他这个这边怎么寻法他也很迷惑，很迷惑，对呀，如果万一走不好给损了，对，你不能损，走到这，走到它可以尖，本身又损了，对吧？以后将来你这个做活起来的话比较困难。是的。所以他选择拐一个，问一下你试一下你的应手。为什么呢？一旦这被我连通的话，那你这个，等于说是这气不够。对，那他就不需要在这儿走棋了。对。但是大家注意啊，白棋在应这个劫的时候也是很有水平，
对，也需要谨慎。嗯，如果说就挡上，挡上的话，它简单的这个挖开。嗯，这个我好像已经没办法抵挡了，嗯、就这样。当然这个目前打击的话，黑棋也不见得有，但是它有残留的这个。哦、对对对，这个也是定时炸弹。嗯，炸弹。嗯。白棋不能硬在这儿。嗯。靠嗯，这靠爱好者也说，这不是以后也有这样的下法吗？对吧？这个下法的话，不依然存在吗？但是他靠完以后，下一手补的时候比那个好，嗯，对吧？如果你当初的话，你补这个，对吧？嗯、也许这被一挖粘的话，这个解、嗯，但你补起来的话，稍微有点刚不进、就是，对，也不知道补哪儿。对，而这个靠的话，这个补的话，这个一虎的话就相当的厚，嗯嗯，厚实，就是。嗯，所以陈阳也选择了靠。嗯，还是提。接下来，白棋清处理了。清处理，嗯。他也是没有好的劫材了。嗯，没有好的劫材。嗯，白棋就是认为就是嗯，这个交换他认为你有点损。哦。那么这边的话，我先简单收的，便宜几下的话，等于我这两个交换了。是吧？嗯，它等于是起到一个压缩黑棋的作用。对对对，虽然我没法连根把你套了，但是我稍微的等于起一个倾销的作用。是，如果你粘的话，嗯，它以后那么我就套一个，或者是怎么样连一个，嗯，按轻压缩，是，将来就粘。对，那这样看清了，嗯，黑棋也不肯，不肯，嗯，白棋继续接，嗯，然后。其实点小棋，嗯，对，对，这个，嗯，黑棋这盘棋也下得很灵活，是，就是说你这个也可以做活，我如果能把这边的话围住的话，这个也是很可观的。嗯，因为白棋要走，还是需要两手棋吧，嗯，就是开劫起来的话。嗯、同时，黑棋心中的话也打了一个算盘，为什么呢？就是你白棋也无法用强。啊、哦！一旦用强的话，这个地方有、这个、对，我这一个天下劫，嗯，对吧？如果你外面的话，这个有一个我有个很合适的劫材的话，那么我这一挖，基本上就是要了白棋的命了。对，嗯，这也是，嗯，哎呀，这个这边有这个不确定因素，这边也是，嗯，这盘棋确实考验了这个水平了。嗯，但接下来白棋也下得很有意思，拐、嗯、吃，拐吃的，他是不想让这个劫先变小一点啊？嗯，提打吃，哎呀，这个打吃也是稍微有点难受。嗯，为什么打完以后黑棋这里就彻底厚了？对、嗯，而且是把这个超级大劫卖掉以后，嗯、再不容易见到劫了。嗯 嗯, 嗯。然后接下来是黑棋是点吗？点，嗯，他、嗯、也没有劫材，他就点了。嗯，这个点的话，说实在也是在考验白棋。嗯，你、嗯、在考验白棋，你粘还是不活？不是，我觉得如果白棋还粘的话，似乎这劫越走越多了。嗯嗯嗯嗯，是是，嗯，它是粘不上。嗯，提。嗯，白棋藏。嗯嗯，粘上。粘上。嗯，再提。嗯嗯嗯，接下来黑棋选择了粘。对，他这个地方就放弃这个抵抗了、嗯、就这个粘的话，我觉得哎呦值得商榷。 嗯, 嗯，完全黑棋可以在这边是否再对再走一个继续考验白棋呢。 嗯, 嗯，这个也是绝对的劫，因为当有一天的话黑棋如果提回来的话，白棋面临的早劫，嗯，白棋有点迷惑，嗯，稍微有点迷惑。 嗯, 嗯，不知道他怎么样考虑、嗯，实际上黑棋粘这个等于就是说，嗯，按照我们后面的进程看来的话，嗯，黑棋等于无条件的话放弃这个劫，放弃这个是给白棋活了、嗯、对，把白棋活了，这个应该还是有点不肯。 嗯, 嗯，那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黑棋认为这边简单的收兵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形势哦，嗯，因为这的确从目数角度很大。嗯，为什么呢？这个白棋一旦提完的话，一旦提完之后这个欠着，对，冲过来这个可以那个吃掉黑棋。嗯，其二的话就是说，如果我这边粘完以后，你冲，走，嗯，打吃，踢掉，嗯，这都是一本道，对吧？这个没有别的变化。嗯、将来以后，他可以从这边搜刮一下。啊，有搜刮的这个便宜。对，这个因为这边的话还有点利用。嗯。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所以他一均衡考虑，他觉得反正我这边也能有便宜，是是是，就是对这个棋局的一个判断了。嗯，当然总的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如果再更大一点的话，比如说这个搬一下的话，搬一下，嗯，再考验一下白棋，这样的话棋局会更有意思一点。对，也是好时机。嗯嗯，实战他就点名了，点名点名，走，嗯，搬下来。好的，嗯嗯，接下来，好，白棋必须连根跑，这个不连根跑的话，这个太大了。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斗了。嗯，爬。白棋很有意思，选择了爬。其实这个跳起来的话，这个我觉得依然很复杂，嗯，很刺激。是的。嗯，好，黑棋选择收兵。这样搬。嗯。这个局部的话是双方都正解。嗯。嗯。打住，这个必须得打掉，再打一下。嗯嗯，对，如果不打掉的话，被黑棋在先手打拔的话，在外面的借用都没了。对，拆手。嗯，清楚。对，白棋这个先活过脚以后的话，再采取清削的一些下法。嗯嗯，但总的来说的话，这盘棋如果将来黑棋赢的话，啊，我觉得黑棋下来还是很自然的。嗯嗯嗯，也看是白棋好像什么都拿了，但是嗯，目前的话好像白棋并不占优。嗯，对，嗯，所以这个围棋还是很有意思的。打这个打，等白棋把这几下卖掉。嗯，就为了靠回，靠回。嗯，靠回。黑棋是小尖，小尖。嗯，粘上，粘上。然后接着是他是在这儿搬了，搬了。 嗯， 嗯，这搬你看这个局部也是不损的。嗯，所以说当不打劫的时候搬一个的话就很有意思了。 嗯， 嗯，刚才是个好时机。嗯，退，退，冲。嗯，请求步调，请求一个步调。嗯，紧接着白棋得抢这个，这个不抢的话，如果这中间再补的话，哦，好像白棋的全盘的空并不是很多，对吧？对，这个那边是十十五六目，西方就要是二幺二六三四十来目。嗯，四十来目，如果这边的话有三十来目的话，加那个的话也有四十来目了。对，嗯，主要黑棋把这个冲下来，白棋走这个也是当然的一手。 嗯， 嗯，再看这个白棋的黑的次序很井然。对，嗯，飞完一般一般把吃。嗯，三上正好站。嗯，那么接下来如果这边再轻松被白棋先手获利的话，那么作为黑棋的话，嗯，空就不太够了。是，嗯，所以说黑棋也在发力。对，他实在是下的很强啊。嗯，对，他要把你弄断。粘上。嗯，这个是一个黑棋的留下一个杀招。嗯，如果没这个杀招的话，这个黑棋的空是有问题的。嗯，他现在这个下法。很凶，嗯，很凶。 嗯， 嗯，因为这个黑棋这边的话有种种先手，对吧？如果白棋单纯从这条线跑的话并不是很容易。对，嗯，黑棋周围都比较厚，比较厚。嗯，白棋也有要注意啊，这个白棋这步的话还是很有意思的一步棋。嗯，这什么用意呢？如果单纯的走这个，嗯，那么黑棋这边是活棋，走爬顶走左眼活棋啊。哦，两只眼，两只眼。嗯，那么白棋要吃掉黑棋的话，唯一的下招就在于必须见这个，见到这儿，见到这个两眼。而这个时候见这个的话，由于黑棋，啊，有病的这个病是先生，就跳回去了，跳回去了。这样，嗯，没错。所以，如果白棋这边有子，这两个交换的话，那再跳的时候，再跳的话你再跳，它就可以尖住。对，可以尖住。嗯，嗯，等于你粘，我冲这个，你粘这个，我冲这个，是，对吧？你这边做两个眼就比较困难了。嗯。就是留着杀招了。嗯嗯，这如果死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明明就是明白无误的，比中间大很多。没错，黑棋就等于不能去粘这个劫。对，不能粘这个劫。嗯，单跳了，选择单跳。嗯，啊，就留着这个了。留这个，白棋穿。嗯，先从这儿来进入。嗯，贴，然后是。嗯，打吃。嗯，
因为在如果还单纯的这个目前直接打劫的话，这个成算也不算太大。嗯，马上的劫财不是很好找。当然，这个白棋最希望就是黑棋兵把这分段完以后，我这边再玩便宜，你分段完，我再把这打赢的话最舒服了。对，这样这边价值就越来越小了。是。嗯。打吃这个黑棋就脱先了。嗯。这个想法也是非常的。嗯，黑棋的话就选择了。搬起来，嗯，我就把这个做大，对吧？我毕竟打完劫，打这个劫，嗯，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文章可做。对，嗯，这就只好来了。来，一，接下来在哪里呢？这个打吃，哦，嗯，他现在没有找这个啥，他先找了一个搬。搬，嗯，搬主，然后他再提劫。黑棋是打了一下，打了这个，嗯，这个黑的劫比较舒服，嗯，因为这个角是不能死。对吧？这个角的话，目数比这大多了。啊、哦，对，大多了。嗯，他是占印，印再提，这个白棋就打了。打，走，提，他没有提这个是吧？嗯，他可能是不是觉得提不一定能提到了、嗯？提，感觉上还是能提到的。嗯，他找的八五九六，靠这个，靠这个啊。嗯哦这个当然也是劫财，这个还问白棋，对，这个被穿过来的话也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你单纯的这样补的话，这好像劫财越来越多，第二的话这边官子的话已经损了啊。所以白棋一看你要能跑这个，我就把这个提了，对对吧？我们互相逃跑。然后黑棋提劫，提劫，再打一下这个白棋。这个其实这个打的话目数也是挺损的，因为这个把这味道给全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走完了这个之后，他是是吧？这个是绝对的，对，绝对的劫财。搬，这个劫稍微有点损，嗯，大家注意，这个劫是有点损的，因为这个一走完以后的话，黑棋是粘上是吧？黑棋实战它是。24，好像还没有粘啊。它是639，提这个。哦，提过去的。解消。解消。这也是挺考验白棋的。为什么？如果你吃这个，很想吃这个，那他也许走这个。哦，不粘了。对，这边进不来，最终的形状变成这个。提一下。那这个。中央太大了。太大了。嗯。这绝对不能这么下。打不到就是等于说很痛苦。只能虎。当虎。但这虎的话，这个形状的结果已经有点问题了。有点问题。黑棋可以长。小尖回来。小尖被白棋这个。黑棋再粘上。这白棋的话稍微有点难受。然后这个一跳，既然就是还瞄着你这个呢，他这个长先手，对，就是这棋形还是有问题的。白棋是不是提了一下？这个提了一下。应该是有提的心情。对。然后粘上。再粘。然后这个很舒服，大家注意到这个很舒服。搜刮它。搜刮。走。提。什么？是哪里交换一个？应该是走了一个。打一将，这里，是走了一个，对，这里走了一个，就是进入收官了。因为这里走一个，下一个的话就可以把这个粘回来了。这粘上粘不了，我粘，那我可以粘这个。是了，他是不是就有冲了？冲可以冲这个。他这边的话，觉得这个被跳一下大，对，目数大。白棋虎，虎的话也再问一问黑棋到底走哪个。黑棋就提了那个，因为这个这边还是有一定的余味。对，对，这个并完了之后，这个度是后手了。提一个，他现在提。白棋现在似乎是觉得是呛死啊。对，白棋认为这个机会，这个呛死的话是一个日语的一个说法，是吧？这个就叫机会。对，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其实这个黑棋的话有点冒险，这个其实补一个的话，从进程上应该是黑的空应该多了。
因为将来大家注意啊，这个搬的话很痛苦的。嗯，搬不能挡住了。对，你挡的话，我这一虎这个这块不活，对，只能猴，只有猴。猴的话，我这一爬，哎呦，这个你做，本来你这个本身的收控是大飞的，你这里不敢大飞，这个还是很痛苦。对，所以这个木头会被抠了不少。对，提这个，白棋贴过来，贴过来。现在就着眼于这个局部了。这块棋能活吗？如果直接走似乎活不了的，这他一点粘的话可能搬一下就死了，他就只有打劫了。对，只有打劫。只有打劫。所以这个黑棋这个提的话也许是时机不算太好。那个时候应该补一个，补一个的话感觉上应该黑的还可以吧。当然我们没有仔细的给大家点一点，但从精神的判断来说，流向的话应该是黑棋还可以。感觉黑棋比较顺畅。对。白棋没有硬那个，他是现在打这个劫。是。这个是白棋可以说是无忧劫吧。对吧。但是木数啊，就粘上的话，你如果粘上的话，你一手你粘了也不活。对对对，我是无忧解，没错，它实际上是先冲，反正都一样。我忘了提。黑棋又这里搬了一个。棋搬，白棋就脱先了。这个。对，是吧？粘了一个关子，他先把这个关子也粘了，然后这个是不是还瞄着你这个？这个断点还是对的，他这里可以做眼。再做眼，从这边冲出来。就是我断了这个，你如果补在这儿的话，我就它本身的话也是做活的一种方式，是吧？黑棋并，白棋提到这儿。这个是很刺激了。很刺激的这个。这个就看黑棋能不能吃白棋。对，对。他先冲一下。冲。白棋把这个提了。那如果白棋只是提这个的话也不一定哦，如果你说这个因为这回手的话你这个是死的。对，是，但是它不能断吧，如果断的话，这个没断点了。对，这个没有了。那提完这个的话，那个就成了转换，是吧？25。那这个本身也比那个大呀，如果当然我们说黑棋如果先手把这个连回来的话，再回头把这个吃掉的话，应该是白棋没什么便宜。这个劫也是接下来是他就把那个吃了。他就把这个吃了。这个吃的话也是巨大。对，那整个的话白棋没什么太大便宜，没什么太大便宜。这个转换。这个看着这个是一个眼。这个黑棋是没有问题的。对。白棋也在寻找，就是这个做活，是吧？不过如果要是想杀，不是我先冲这个吗？是二十。你如果能粘上的话，我再一猴。但是我比如说我冲完这个的话，一虎。对。对，我这一虎的话再打劫，对你这个劫的话不太好打，关键是你这个打完以后你这会是死的。你没有合适的劫材。所以他这个也把这先下清。好残酷啊。你在做这个，我应该是提了吧？提了。冲。冲是白棋的。提。那想让黑棋粘回去，黑棋粘这个。那粘这个，黑棋的话就把这个保证自己活。因为如果你白棋这边无法冲断我的话，那么你这个等于是我一个单关。对。啊，我把这个把木数，第一十来木，第二的话我这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眼，好大呀！那么就看白棋敢不敢冲断这个。但作为白棋来说，这个劫比较重，为什么呢？因为你冲断完这个的话，你这块就是死棋了。是。你冲断完这个，如果再要这个劫材，就不是劫材了。所以这是白棋的话，相对来说比较难办。他是顶的，他想把这个劫变得稍微先糊，留个半个眼。可以提劫，这劫是必须要提的。是。如果你冲的话，我甚至白黑棋都可以粘上。对吧？这边的话出来没什么太大意义。对。那么黑棋下一个劫材在哪呢？他现在该白棋找劫，白棋挡了这个。然后黑棋是拖在这儿。杀。然后提，再粘。粘。这样子下来，白棋是先做眼。先做眼。能确保自己活棋。他还是没敢打劫。没敢打劫。
那么这个交换不就亏了吗？对啊，现在看来的话是完全不便宜，还不如直接顶这个呢。嗯，就不如直接顶这个，能不能？那直接顶这个，人家也不见得争这个。嗯，看一看，220。每次搬棋的话，劫阵还是很厉害。要踢劫吗？现在的黑棋，对，他是踢了。嗯，把这个先补了一个。白棋进入是吧？嗯，白棋。嗯。哦，这个步子只敢走到这儿。那么这个接阵的话，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嗯、对吧？因为作为他是先飞，然后提劫的时候、嗯，可能拿这个找劫了吧？嗯。200。白棋提了吗？对。这个。哦，这个是。嗯。黑棋认为就是说你这不敢打劫，对吧？不太可能打劫。嗯。嗯。因为这个你只有一个劫财，两个劫财，就没劫财了全盘。嗯。然后我这边还有劫财。嗯。嗯。白棋吃。吃。拿的。嗯。那如果白棋不没法打劫的话，那么这个踢劫的话，完全原不如外面走个官子打了，是吧？对。嗯。他就是把这个收了。嗯。嗯，然后白棋。哦，没踢劫，搞错了。对。嗯，这个是没有踢劫，白棋是挡了这个。哦，白棋就收官去了。嗯、所以说这个，哎呀，他们也就放弃这里了。嗯，走完了再踢。嗯，这盘棋的话也下得相当的激烈，所以说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没有给大家来得及点目。嗯，但整个从进程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是白棋黑棋还是不错的。嗯，不是这个转换的话，似乎我觉得好像。因为这几个死的话还是相当大，似乎黑棋还稍微得一点。嗯，就是白棋的反扑也没得到特别的收获。 嗯， 嗯，走完这个之后他现在就是提了，好像现在提了一个黑的粘上。哦，这就粘上。嗯，这就粘上就妥协了。对，冲官子粘，这个单是先手五目。哦，这个所以说经常爱好者在官子收不清的时候的话觉得很困惑，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就是说像这是这样的形状完全是可以靠记忆来背一下。啊，对对，这个 是固定的死的。嗯，啊，就是这个是先手五目。嗯，对吧？所以说比赛的时候就不用再去计算了。站住。嗯，小尖。嗯，巧手。嗯，正常的话按理说收官的话应该是大飞的。对，对吧？从目数角度是大飞的。嗯，但由于这个是先手，对，走完一扑，一扑这个对，再一扳就变结火了。对对对，这一扑的话就变结火了，特别是这个还是有线索味道。嗯，但尖的话如果黑棋强一点的话也可以得这，对吧？哦，让你回去。嗯，但是白棋肯定要尝上去了。嗯，现在走转这里哪里大了？哦，对，这个。哦，这个。嗯，这个关，这个应该是1、2、3、4、5五目多。 嗯， 嗯，哎，他们接下来又打劫了。嗯，这个胜负就在这，对吧？嗯，这个白棋也不放弃。嗯嗯，然后一尖。从官子来说的话，黑棋尖是最好的。为什么呢？这一扣一挤的话，这一打吃都是黑棋的。哦，都是黑棋的权利。对，现在他提。提，这个也是第一时间必须得提，不然的话，一旦被黑再挤进去的话，那么就变无忧解。嗯。黑棋找哪个劫啊？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黑棋也是无忧劫，为什么呢？你粘我一粘也是先手。嗯，他一扑中间。嗯，对，走完了提。11。白棋的劫不好找啊，中间粘，那可能就粘了啊。嗯，有一个四目多，1、2、3、4，下来地还有先手。嗯，哦，但是这个是后手，这步棋本身是一个后手。要注意啊，黑棋的话就先挤。嗯，这样先把自己变无忧了。对，然后再打。嗯，提粘一个就是顺手的劫财了。嗯，然后粘提，对，把难关让给了白棋。嗯，然后这应该是冲。嗯，他还没有，他扑这个。啊，扑这个。嗯嗯，这样然后再提。这个找劫的次序不太一样，哎，中间应该有很多劫呀。啊，还没有，这也没冲。走了哪一个呢？
25260，25859，对呀，260，这个结好复杂。嗯，这个劫财的话，这个哪个看看哪个有可能是劫财呢？他其实没有提那个事儿，没有提这个吗？对他，铺完之后260是没有提的，260不在那儿，走了哪儿啊？哦，是吧？这个没有提的话是很有意思的啊。对他264才提回去，三有点晕了。哎呦，没提就很有意思。按你说的话，按正常的逻辑思维的话，应该是走一个对循环节之后就应该提了，嗯、但是等于47位啊、哦，它260等于47，不是256，我看一下啊，257的时候258没有，哦，正好这样的，他走这个的时候铺了粘，要不然我们找不到。哦，然后现在黑棋提，然后白棋再冲这个就对了。哎呦，那为什么损了一枚劫财，等于是？也有点意思，对，这个逻辑有一点混乱，好像有点奇怪，为什么那个要铺一下，是让我们找了半天，没有太大的意义啊，铺一个的话、嗯、对对吧，这个跟眼睛没关系，对、嗯、就白损了一枚劫，嗯，然后他冲完之后提了，嗯，黑棋是冲这个，白棋冲这个挡住、嗯、然后提，然后黑白棋吃这个，黑棋、嗯、把它解消了。哦，对、啊，就是那个时候，这个也不见得是劫财，因为这个还有个打劫呢。嗯。哦，那就他就是打一将，看来是啊、嗯，他就这样了。嗯。他也没有敢去。那只能杀了。但是他也没有敢冲这个呀。哦，他走在这儿一样的。提。嗯。铺的那个。对。嗯。再提。哦，这个黑棋走这个。哦。嗯，这个是。最后这个黑棋这边还有个劫财，对对吧，这还有个劫财，那白棋已经没有劫财了，所以下的这个275的时候的话等于说是就是投资认负了，投资认负了、嗯、这个这盘棋下的还是相当的激烈，对，但总的来说的话应该是黑棋还是下的很灵活，嗯，也充分显示了崔泽汉的一些等于说是世界冠军级的一个水平吧，是的是的、嗯、应该两位其实都比较好的发挥了水平，对，不过感觉崔泽汉可能状态更好一点，因为他们俩对决的话应该是谁输谁赢的话都很正 常，是的、嗯、这盘棋，但是这盘棋的话给崔泽汉在打劫的时候的话那些早劫啊那些放弃啊，我觉得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嗯，对吧，其实这盘棋黑棋下的还是很自然的，嗯，相对来说你要活这个我就让你活，我只要进行这边，对吧，你要活脚我就让你活，一切都给你了，对对对，然后他还是把这盘棋赢下来了，这好像跟崔泽汉平时的棋风有点不一样，邵老师，对，我觉得他的棋风不是以凶狠这个出手毒辣而著称的吗、嗯、对，这盘棋他下的很厚道， 对， 对，好像有点大局上提高了那种感、嗯、境界的感觉啊、嗯，对，这盘棋的话，陈耀烨九段好像是否也使不上劲儿，对吧、嗯？这个，但总的来说的话，这盘棋我们还得再好好的体会一下，是的，因为时间的关系的话，没法给大家讲得特别细。对、嗯，那么我们在这盘棋讲解之后呢，还休息一会儿之后，会给大家带来另外的一盘，也是围甲非常，也可以说是焦点战。对，嗯，是有，等一会儿我们就给来揭晓吧，然后我们就先休息一会儿，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在这里。嗯，一会儿见。嗯。